这年头用小木船过河已经过时了，看好了，今天制作两双木船鞋，这样不就可以轻松在河面上行走了吗？啊，这就非常的 nice 呀。What? 史蒂夫，你在外面干嘛呢？有一只苦力怕跑到咱们的庄稼地里面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不用你动手，看我的。你能行吗，史蒂夫？瞧好了吧。哎，你可不要离那么近呢，它会炸掉。What?